因是暴露潮湿的空气中，日久表面便会氧化泛黄。老一辈的经验告诉银匠们，将泛黄的银饰放入明矾和中草药调制而成的洗银水中，用特制的红铜锅煮沸，几分钟后银饰便可重现出昔日的光泽。黄铜不要白铜，白铜不行，必须要再锅它才不会产生对银子的其他反应。